like hard copy, cause your mentality's sloppy. Alright, 我们现在的位置啊，挺刺激的，就是在宝山市的这个叫清华海湿地公园的旁边一个酒店。那么今天呢，就来参加 Salomon 幻山者这个系列的第二双鞋——高黎贡山的 ACS Pro 青海鞋盒。不知道上一期影片有没有朋友猜对这双鞋的？ 鞋型、地点以及配色呢，跟上一双幻山者的四姑娘山系列相似啊。这次的鞋盒也有一个鞋盒套，是这座山的主题。那高黎贡山很明显就是一个很绿的这种特种纸去做的，还蛮厚实，一样。这边有一个幻山者系列的 logo 以及坐标，这边是当地语言高黎贡山，啊，正面就是一个 logo。括号在这边，我鞋子我已经拿出来了。 就是这样子，那这个鞋的颜值呢？你会给它打几分呢？往年的 ACS Pro 不知道各位还没有印象，侧边的这个部分呢，通常都是几条非常大的网眼，在这个位置，然后前面这里呢会是一个比较粗的那种织物设计，而这一次全都换成了这种非常软糯的统一的，有一点像是模仿布质感，但它远看有点像蛇皮纹的那种纹路，它其实是网面织物。 并且整体做了一些渐变色印花的这种设计，后跟稳定片这里包括鞋底都是一样的，有点灰绿色拼接的不规则形状的纹路。然后其他部分呢，深绿色、深褐色这种大地色系。鞋舌这 logo 呢就是一个金色点缀，后跟还是一样非常经典。那么整双鞋的颜值。 包括它这个配色方案，你会给它打几分呢？我个人认为还是很好看的。对于 ACS Pro 这双鞋来讲呢，是一次挺特别的设计，并且相信这一次的面料组合以及配色方案呢，后续也会应用在其他款式的 ACS Pro 上面啊。OK， 那么看看 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当然还有一张卡片了。如果各位你们有拆到黑曜卡，拜托发给我看一下长什么样，好不好？然后再有就是两张卡片啦。 这次的高山不快闪主题跟 Starbucks 一起的一次活动，然后这一边是这一双鞋子他们这一次的灵感主题啊。另外还有一个蛮好玩的东西，束口袋，有点像是雨衣布料抗撕裂的格纹尼龙做的这种，有点像是收纳袋、小垃圾袋一样的束口袋。圆筒形可以折叠，然后一个小扣子，扣起来有四个橡筋绳分别在四个角。 当然，它也可以去做别的这种挂载啊，或者怎样的背负方式，看自己习惯就好。其实这么轻薄袋子装不了太多东西，我觉得就是当一个包内的收纳用就好了。整体质感还是蛮好的，并且有这次双方联名的 logo， 很漂亮的一个周边。那么还有一个是有点大件的东西，Salomon的雪服外套，我也不懂，但这个天气好像暂时还不太能穿得上。进到山里面是另外一种温度了，所以他们很贴心的准备了一件 Gore-Tex Pro 的外套 ，Gore-Tex Pro。 然后是有这个瑞士蓝标，整件衣服是 S Lab 的系列的，就是比较专业的这种运动外套。简单上身给大家看效果。OK， 我身上这一件呢是 17596AM 号，大家不要介意我还穿着短裤，我只是上来试一下这个效果。滑雪服通常都会比较大一点，因为里面还要穿一些保暖的衣物嘛，所以整件衣服会检查比较宽松一些。下摆是有这个雪裙，这雪裙是不能拆卸的了，拉链扣上看一下。 双头拉链不错，好评。下摆稍微收紧一点，就这样穿，肯定还是有些长的。但如果是真的在雪场搭配滑雪服一起的话，是刚刚好。这里有两个口袋可以这样揣手。这个位置呢，有一个滑雪服都会配备的擦雪镜的布。胸口有两个口袋，这就是一个很常规的胸口袋了。这边袖口还有一个，应该可以放滑雪场的卡片啊，或者一些小物品。这个位置就包得很高了，感觉上身效果还行吗？这帽子也特别大。 穿上之后就看不到脸了。当然，如果是戴雪镜加头盔的话，应该是撑到刚刚好，就大概这个样子。两侧有这个透气拉链，简单给大家示范一下。OK， 那么感谢这三本线。然后呢，后面几天都会变得很忙了，会有一些这次活动的不同的行程，每天都会在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具体会有些什么好玩的事情呢？大家拭目以待就好了。Day two， 没有拿肉，还是很不完整。 才刚下车，去饭店。现在吃这家是什么？白山人店。耶！哇哦！
尝一尝。哪个？这边。哦。这个盐菜搞错了。对，吃完饭以后，现在才是正式的一个第一站，目的地是咖啡庄园。我之前没有来过，哇，这条路上来真的花了好长时间。你可以看看外面，下面是鹿江坝，你像一条怒江。路边就有小咖啡树了，看一下。就是今天的中间休息点，然后挺漂亮的，进来带你们简单tour一下。怎么样？这样的环境你们还满意吗？打个分。如果你们有机会过来玩的话，可以试一下这家。高山独特又重要，来感受。在高黎贡山分布有超十种灵长类动物，这在全国没有哪个地方能达到这个水平。最大的包了，但是平时大家做户外的都是很高级的那个包，但是我们用的高级的就是用这些。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包里面放的什么。就现在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它体型比较小，只有手巴掌那么大，但是它属于猛禽啊，它是吃鸟的，所以呢，放它的声音，其他小鸟就会结伴成群的出来群殴它，所以反倒放声音没把它引出来，反倒是把它要吃的那些小鸟联合起来出来出现了。这个呢，你看这个蛾子，它的天敌什么？一般是鸟，对不对？你看它两边像什么？像蛇，所以它是进化什么拟态天敌的天敌啊。去吓那个蛇，所以呢，这个就是一种方法了。还有一些呢，会比如说蛾子会拟态胡蜂，你们小时候可以看一下。看远处的下面黑色，再看一下，有没有？非常棒。OK， 那这一阶段的活动结束，我大概就先了解了一下高黎贡山的整体自然资源的状况，以及观鸟啊、观虫的一些注意事项。这边还真的蛮好玩的，但是呢，我们能参观的保护区的范围有限，我们仅限于百花岭这个区域，其他区域呢，就是留给科研以及实验的区域，基本上或者说是核心的。基本上说是核心的自然保护区，所以是不能随便进去的。大家如果以后来玩呢，基本上也就是在这附近活动了，并且有些注意事项一定要注意，尤其进山不能带火种，好吗？那接下来就转移阵地，下一趴。师傅好贴心，我的包包绑了安全带，他重了不然砸到他。几个包先。哎呀，啊，你先走，你先走，没有落东西吧 ？OK。我知道了，走了。嗨，看一下，哇，现在有点乱啊。201 OK， 看到，不错。Salomon的手电筒，还有这是什么？拿到室外看一下好不好？哦，经典绿色的 Spa Box， 以及一个保温杯。这多大的？700。这是695，六七百差不多。哎，你拿的蛮准的嘛，还不错，单人单日刚好。我看就先这样收下东西，然后待会儿看一下什么安排啊，稍微有点乱，有点匆忙，等会儿见。休整一下，现在刚7点钟，然后正是看日落的时候，因为这边太阳落山7点过一些，看一下后面的天，不太看清，收一下光圈。对，我觉得这边自然风光确实很漂亮。
我现在一群人在楼顶等着拍晚霞，我去架一个手机的机位。远处其实有一个不错的山峰，挺好看的，但是这边的环境不太有合适的条件能架机位，所以我拍了一个这样的角度。远处那边的层次看不看出来？OK， 我们往下面走，等一下我让老杨。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刚刚那个牌子呢，后面的观众可以过来，还持续到九号，你可以扫码领取那个环保袋。哟，太丰盛了吧！马上关虫了。现在这边准备是一个高黎贡之夜，这边基本都是科考队才会进来，这条路平时也是封山不让进的，所以我们这次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拍给大家看。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很简单的，会跟大山、跟大自然去说几句话，做一个交流。我们是客人，这里的主人是谁？山里面的动物、植物，这些都是这里的主人。我们作为客人呢，来到人家家里面来做客，那肯定对这个地方的主人要有所打扰，我们先跟他打个招呼，你打扰了。在高黎贡，这个蘑菇的多样性很丰富，但是呢，好吃的不多、少。其实好吃的蘑菇在哪里？这种针阔混交的林子里边就很多。因为我们高黎贡山最多的就是阔叶林，常绿阔叶林，所以常绿阔叶林要说它的种类比针叶林、针阔混交林多得多，但是好吃的都不在我们的。盲蛛就它是不用眼睛的，它是用它的长长的那个腿脚去感触啊，这个吗？好细的腿，能哦，哇，好长的脚，它已经跑了，吵到它睡觉了。哎，手不要碰到这个植物，它选择了你，它都不走，松萝。小的，这可算小的，很小的，哇，就是画面上看不太出来。萤火虫。哎哎，飞了，飞走喽！那个脱下的，放一下，放一下。当时想，那后面的人也看一下。这名字很好听的，叫铜锤玉带草的果，这是。可以吃吗？不能吃这个。竹菌都有，上面都有一圈一个东西。像比较有名的鹅膏菌啊那些都会有这那个东西啊。鹅膏好像不能吃对吗？不能吃的，剧毒。能吃啊，你试试看。只能吃一次。不吃，大白大白，这个啥？这个可以玩哦，可以吃的。OK， 所以今晚的活动大概就这样结束了，比预期结束的时间会稍微晚一些啊，现在接近12点了，那我就不多废话了，我们期待一下明天更加重要的一个行程吧，明天见。Day three。哦，现在早上刚8点钟，准备去吃早餐，吃完早餐就可以今天最重要的观鸟徒步活动。其实这次也有给他们提供一些我们的装备。很温暖。护理员老师，我们鞋子好穿吗？好。OK。山路很不好走，而且后半段不下雨啊。然后呢，今天的由我们三名护理员还有杜一，我们会全程参加一起走。中途有什么需要，大家要看到什么东西要问的，就可以跟我们护理员我们一起交流。停下来看，走路的时候不看风景，没有了啊，一定要注意，这路不太好，等下可能会更难走，所以可能大部分素材还是靠手机了，比较方便拿。有点掉队了，空气也真不错，很有安全感了。另外一种就是野榜栎，还有一种在高海拔的，三种，这种的是苦的，但是松鼠啊其他的动物会吃，这个看这些都是被吃掉的啊。然后这个栎很有意思啊，其实它里面早就已经有虫子了它有固定的，就哪一类虫子跟哪一种这种栎类它有共生的关系，它是相互的啊。走了差不多一半，有点热，已经能听到瀑布的水声了，我不知道麦克风收不收到音，去看一下。这边垂直的切面很深，下面看不到底的，但是能听到水声。
这是护林员平时会在这边过夜的营地，就一块大石头下面。准备到了，刚刚看到那个牌子就是快到了。不过我们现在这条线是环线，这里只是休息的地方、活动的地方，等会不是原路返回。有一首，哇哇，可以可以可以。没有想过我有一天会在这样的地方吃东西喝咖啡，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围着，真的很开心。如果不是Salomon或和星巴克一起的话，可能这辈子没机会来这样的环境，感觉很幸运。正如这次的主题，高山不快闪，这个地方我这里欣赏了美景，喝到咖啡，吃了东西，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关于这款鞋款的一些设计灵感和本次活动的一些主题。来了真的确实不想走，这里真的太舒服了。好啊，那这大概就是本期影片的一些主要内容了。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对你有帮助，或者你喜欢这样的影片分享，那希望你给我一键三连。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再点下订阅了。那我是洛，我们下次再见吧。哦，这个是客人来到，然后可以对，可以打个卡，打卡之后就可以拿。它是可以里面配有就是这个种子哦，咖啡种子，对，然后就把它放进壶里水，因为它都是可分解的哦，点点就都是，太可爱了，都晒太阳。 OK， 小 tips， 一养活泼哦，真的啊，它可以，它可能就会很大，不挑海拔吗？我是来云南，我来广东，有一些豆子它的海拔比较矮，哦，真的、啊低海拔的，好，试试看，试试看。哪里？看到泉眼喽！哇，这里在往外冒水，看得出吗？哇，挺烫的。雷家一潮，好凉快！我现在不想泡温泉，我想降温，太热了。大家来这边呢，应该会全部搭建好。这材料是就地取材的，就挺环保，并且是很可持续的状态。然后路线的话，一个是走这边上，我们是从这边回来的，蛮好玩的。有机会的话，各位一定要来哦。天哪，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那我打了什么？3块钱一斤，这个7块5呢？5块6，这个5块6。然后这边这里多少钱？13还11来着？5个4家，很熟了。这里是什么？我都忘了。5块钱一斤，对，很爽。我都买什么了？哇，我来进货了。
这一家。在这里淋浴哦，这里可以直接通卧室，一个放行李箱的地方。我看一下，哎，这就是主打的这个酒店特色温泉了。我现在是七楼，下面就是温泉，哇，真棒！就在这条村里面，酒店的名字在这里。以下内容为付费节目。Day four.哎，看房照了。我罗爱包的，两包。两包。我两包。爸爸，有点夸张哎。